怎么还能扔外边去呢？我扔外边去。太好，我说小，今天我这院里的同学啊，那铁啥的、油桶的、凳啥的往北边归拢，来砌个鸡、电线鸡啥的。家里的苗烤了，开始进军鹅场了，上北边开始忙活北边去。装小车去，现在能下来吗？这不拿啥呢？这没啥了。这超螺哪儿？肯定是拿啥吧。啊，你说现在鱼很厚。哪儿啊？太好了。他说去坐一个，让三九坐一个。这都这么长的，就是那个。大的活的啊？嗯，不是，活的几？臭鱼吗？捡点臭鱼。你坐车吧，让我爸骑摩托呀。嗯。我不知道啥时候回来，你。那啥？回来的时候你俩就回来了。拿不是拿吗？你坐坐着呗。整外边，先整外边，这地下管子拢着。有得走了呢。北边去了，开始规划北边了。挂这儿了，哎呀呀！我找你爸挂哪儿呢？这不动了。这是 C 字号。这凳子老高了。啊？这凳子坐不行吗？行行行，把住就行。我低点坐就行，别整太高了。我能不能把这桶？桶你还能整碎啊？我这塑料的啊，真是塑料的。把这拿出去。真冷，什么天？什么天呢？真冷。等一会儿，我爸不说丢个鞋吗？是不是在这儿呢？不知道啊。这不西南的杆吗？是不是这鲜的？你说丢丢这个？就这个。是这个呀？是这个。你这么着急？太高了啊！小晃的，大把这一年都闪电了。捡点能吃，能吃啊，有能吃这个啊，哟，这还干啥呢？现在这能吃吗？谁咋的？吃饭吃饭是吗？不好玩，得灌一灌羊了。这站着装用，嗯，烫了。塑料袋吧，找塑料袋子。有塑料袋子。那吃水得抽干了，抠着越能吃，冬天越鱼。别吃了。池子浅，再抠过去越能越了。我立一排架子，我看这得接多高。我给我立一排架子。